哈喽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做几个粉丝配方，浅蓝加浅紫加白色，看看加上爱丽丝张头效果怎么样。哇，爱丽丝和兔子都有渐变的感觉，淡粉加天蓝加淡绿加白，真的是五颜六色的搭配。蓝绿搭配真的挺梦幻的，白加浅粉加蓝加橙试试，准定会感谢我的，就让我们看看成品是不是真的那么惊艳。这个好像海平面上的易落，这咸蛋黄太美了，星空蓝梦幻紫，淡粉珠光白，真是非常有想法的配色。粉丝还求好了名字，这个配色叫银河，涂上银色更好看了。浅粉加浅蓝加白加浅紫，发现大家真的很喜欢粉紫蓝的配色，一起来看看效果。这个浅蓝和粉色过渡的太好了，两金两粉一紫一深蓝，好大胆的配色，我喜欢。配一个霍格沃直张头看看，有点印歪了，但也不碍事儿。白白紫粉呼声那么高，搞它！这么梦幻，当然用上爱丽丝粉加黄加蓝，恭喜黄色终于加入了群聊。这颜色好像一个糖果，好想吃一口。橙加白加黄，满足一下你吧。哇，这个颜色好像咸蛋黄。妥妥的一个易落的黄昏，最后一个来一个我的配色，复古红加金色，用霍格沃兹印章。这个配色真的绝了，满满的哈利波特风。今天的粉丝配方你们喜欢吗？今天是一起评价手账贴纸推荐，穷婆手账儿赶紧看过来，超多贴纸和胶带，适合贫民窟女孩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第一个女贤礼盒贴纸，一盒100张，才1320，图案丰富，色彩鲜艳，还自带切膜，一盒有4个不同风格，每一个阿果都超可爱，简直是贫民窟女孩首选。阿果长条 pet 贴纸，阿果生活物语系列，这么长一条才1.42，真的很划算。一共有4个款，每一款都很好看。甜蜜日记系列，还有一个没货了，没买到，是阿果和男朋友的甜蜜时光。七七梦游记豆豆本，一共有6个色系，每本才2欧，小小一本也方便携带。阿果精致生活系列，一共有4款，每包有4张贴纸，4包都是不同的色系，满足大家需求，而且纸质也是挑好的。七七水果蓝系列，这么好看的贴纸才2欧1包，看名字就知道是一个水果系列。兔比和妮妮系列，这一整卷才不到3欧，真的是很适合贫民窟女孩了。因为这一卷是不带离心纸的，所以价格真的超美丽，不介意的宝子可以放心冲。生活碎片系列 Fresh 胶带，可惜缺货了，只能买到这些，真的是不会写 Fresh 新源的救星。咖啡色的 Fresh 也是超好看，像我这种不会做标题的，真的超爱文字素材。一周阿果系列胶带，之前我已经入过这个系列了，这次纯纯是回购，3米一整卷，真的怎么用都不心疼。这次我回购了之前没入的款，可以说是阿果的死忠粉了。阿果变变变系列也是阿果新出的新品，不到12一卷5米胶带。这次阿果是变成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动漫人物，有古风，有影视人物。这次真的不得不说雨贤大大的脑洞实在太厉害了。还有一丢丢边框胶带，均价也是几块钱一卷，怎么用都不心疼。最后是你们爱夸包环节，谢谢你们看到最后。